前总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慈济新闻深度报道，我是王明春。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一，时间过得真快，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。在这边也要祝福我们全球观众朋友每天都有美好的一天。要有美好的一天，首先呢，就是我们内心要时时保持好的心情。要好的心情，就是我们要知足，要感恩，要善解包容，时时要服用四神汤，这样就有好的心情。好，节目开始，首先我们要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，因为呢气候极端四大不调，所以呢在国际间呢也纷纷传出各项的灾情发生，就好像昨天。因为呢地大不调，所以呢秘鲁呢发生了8.0的强震呢，震源深度达110公里啊。首先呢，是因为它发生的地点是在比较偏远的山区呢，而且呢人口比较稀少，所以呢，截至目前为止，它所造成的灾害也有1个人死亡，还有11个人受伤，还有多栋的房屋呢受损呢。秘鲁的总统也呼吁大家呢，大家要保持冷静呢，因为呢在整体的影响还在评估当中。这是因为地大不调，所以呢造成呢秘鲁大地震呢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心呢，因为火大不调呢所造成的灾情，在中东的国家呢，以色列呢最近呢因为受到呢热浪的侵袭呢，所以呢它的地方呢，像台拉维夫呢，就出现了43.5度的高温呢，因为高温也造成了野火产生了，所以呢野火产生也造成3500多人撤退呢，所以呢这都是因为呢四大不调所造成的灾害。所以呢上人今天在志工早会也呼吁我们呢，每一个人都要顾好自己的心，尤其呢佛陀跟我们讲在卓华末节时期呢，有各种的灾害会发生呢，所以呢，我们时时要顾好自己这一念心。上人也跟我们讲，我们身体有病呢，需要用药医；心里有病，就要用法医。面对这么多的四大不调，唯有我们每一个人要遵从佛陀的教法，时时要顾好我们这一念心，这一念心真的是非常的重要。接下来我们就以恭敬心来聆听正言上人的开示。这都是呢无常，地大不调啊，还有风大不调，还有水大不调。最近大家看新闻啊，在地球上的多少国家同时大水灾，同时大风灾，现在开始又是要进入夏季啊，对不对？黑天啦，还没有盛夏，还没进入去哈。那6、7月间，平常呢6、7月间才真正的进入了盛夏，真正诶黑天啦。可是现在日本呢，在昨天呐，已经呢温度升到了39，这39超过人体的发高烧了。可见在那样的生活，还有呢很多的国家森林也大火，这就是在地球上的大地受毁伤啊。现在呢也是已经呢不断大地在受害，是人为，是天灾，都是呢在破坏的时期啊。要怎么办呢？唯有要发挥爱，人心爱的要发挥出来，人与人之间要无缘大慈，
同体大悲，我们要欢喜的付出，甘愿的舍出，这都是呢佛陀在教导我们，教导了我们呢，在这样的坏劫，在这样的浊世里，我们出生在这个时代，在已经呢四大不调了，人心呢总是贪欲。佛陀的法，这是应我们现在的生态、心态、毛病啊，法来治疗，唯有法来治啦。所以，身躯有病，医药来医啦；心理有病呢，要用法来治啦。感恩上人开示呢，真理呢，真的身体有病呢，要用医药来医啊；心里有病，要用法来医；四大不调，也用佛法来医治呢，才能够呢减缓四大不调呢。我们知道呢，四大不调造成了灾难偏多呢，所以呢，我们真的呢要时时要戒慎虔诚。我们知道呢，上人每年都有三个心愿呢：一就是要净化人心；二就是要祥和社会；三就是祈求天下无灾无难。要净化人心，要祥和社会，要天下无灾无难啊，就是呢我们时时要走入人群当中啊，要来净化每一个人心。如果说我们社会多一个好人呢，社会就多一份净化的力量。所以呢，慈济借由各种的活动呢，无非要接引很多人来加入菩萨的行列，希望呢净化每一个人的人心。所以呢，我们每年都会举办请求净思生活营，在昨天跟前天呢，在花莲也举行净思生活营的开营呢，这有164位呢，来自于中区的实业家呢，到花莲来参加2天的人性就是知性之旅、人文知性之旅呢。他们感受到慈济人呢是这样的用心来付出呢，尤其呢，他了解到整个课程当中，了解到慈济的历史以及呢慈济的正法正念呢，他们有些人也发愿呢，愿意将这份的精神理念呢，将这份的法回去要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呢，来发挥自己，来影响别人。尤其呢，在整个的活动当中，昨天也有回到我们的净思金色，在净思金色的法师的带领之下呢，让他们能够了解到金色的日常，金色生活是这样克勤克俭克难啊，每一个人都是这么用心来付出呢，为大地付出，为人类众生来付出。所以呢，这些的学员呢，听了之后也非常的感动，他们也发愿呢，愿意将感动化为行动呢，回去呢，不只说在生活中，同时呢，在他的事业当中呢，能够呢，来发挥自己，来影响别人，能够更来带动更好的影响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透过画面，我们一起来看净思生活营的演演情形。假使你有大爱，你就无私的力量。如果你守戒，就像德香的力量。一草一木蕴含着智慧，净思金舍法师带着净思生活营的实业家参访金舍学员们，平常认识慈济大多是透过媒体报道或口耳相传，亲自走一回后才真正看懂了慈济的核心价值。慈济很大，社会上都看到，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大，什么样的愿力让他能够成就这么大，是他的根。因为这几天的感动才让我见到慈济的根，来自于上人当年的发愿，所有跟随他的人才能够成就这样的事。透过营队串联起慈善、医疗、教育、人文的置业核心，在于净思法脉、慈济宗门。53年来，不忘那一念为佛教、为众生的出发心。圆圆典礼上，实业家发愿要把感动化为行动，响应竹筒岁月如素等等，从自身开始，再慢慢影响更多人。真的呢，在昨天的演讲当中，有的人就说呢，真的慈济很大，但是呢，他们都不了解慈济呢，所以上人说他们是知而不入道啦，就是说他们知道慈济虽然很大，但是呢，他们没有用心深入来了解慈济到底在做了什么。我们知道呢，50几年来呢，
台湾不论是大风小事呢，都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的菩萨身影呢，走入到苦难当中来抚慰众生。像921，我们知道呢，在1999年的9月21号呢，中部发生了921大地震呢，造成台湾非常大的就是灾情发生了。那个时候呢，慈济人就从地涌出，纷纷呢，有的人是从北部，有的人从南部呢，纷纷到中部这个地方来救灾呢。很多人都是放下自己的一切，有些企业家他放下的事业，安排好他的家庭；有些人是平民百姓，他们也是一样呢，就是虽然说是上班族，但是呢，他们也一样请假要到灾区来付出，来帮助别人。所以呢，在整个的中部地区呢，发生这么大的灾情，好在。有慈济人，因为慈济人付出陪伴呢，所以呢，在中部地区也盖了很多的大爱屋，甚至于呢，有很多的学校，总共我们盖了51所的希望工程呢。这些希望工程每所学校呢，都盖的是非常的庄严呢，而且呢，学生在这个当中呢，都能够感受到慈济的用心。尤其呢，就是我们在整个的灾区当中所盖的大爱屋，就像画面所看到的，我们整个大爱屋啊，不管是景观的设计呢，还有整个的房屋的设计呢，都是很贴近灾民的心呢，让整个灾民呢，在上班之后回到家里面，虽然说铁皮屋呢还是很热，但是呢，可以在景观当中，在凉亭当中，在树下呢，大家大人一起来乘凉，小孩子也可以一起来玩耍。这就是慈济人这一份的用心呢，希望呢能够呢安抚灾民的心。我们知道了921大地震已经经过了20年了，所以呢，上人也时时提醒我们呢，要莫忘那一年，因为呢，在那一年当中，有很多从地涌出来付出的这些菩萨，他们当初那一份的心呢，是令人如此的动容，令人如此的感动啊！而且这份的心是到现在来讲都没有变更的，就像当初呢，也因为921大地震啊，所以呢，证出了一位菩萨，这个菩萨叫做张明安。我们知道张明安师兄呢，他呢过去在921大地震之前、他所从事的是南北货的批发买卖，每天赚很多钱，但是呢他都不满足。但是呢，因为921大地震呢，所以呢造成他整个一无所有呢，所以呢他也感觉到人生就像幻化一样，所以呢他加入慈济做环保，甚至呢他现在也已经改卖素食，他用非常非常低廉，就是非常平价，而且呢的价钱呢，来鼓励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吃素食，所以呢，他一个便当才卖40块钱。在当时呢，他家里中还负债的时候呢，他的师姐呢，就是呢很发心呢，他愿意呢来煎2个溶洞，所以呢，父母的模啦，就是孩子的学习的典范，所以呢，他的孩子，他的媳妇呢，他们呢也一样呢，都非常的感动，甚至呢，他的媳妇也捐一个溶洞呢，这在在呢都跟我们讲，真的呢，这份爱心呢，都能够启发每一个人的心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透过画面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张明安他如何来推动素食，然后如何改变他的人生。我一日便当卖40，就是讲吼，要推广给大家较侪人来食素食的，身体健康，富生爱地球。张明安的素食自助餐物美价廉，连附近南投医院院长都是常客。我是每天吼，几乎只要没有太多的门诊，或是没有公差，我都会来这里享用这个美味的这个素食早餐。我想这对于自己的健康，对地球的碳排放都非常有帮忙。墙壁上还贴着欢迎加入慈济功德会，职场也是招生到场。受足济功德团吼，几乎拢家己提来人较济，啊，足感恩的。以前的张明安可不是这样，921地震前，他经销13个乡镇杂货批发，生意越做越大，但始终不知足。想要赚足济钱，结果咧天不从人愿呐，哦，拄着921大地震迄年。什么都没有了。踏入慈济做环保，付出过程，自己的内心先得到了净化，不知不觉恶习也不见了。爸爸之前加入慈济之前，就是一个不会听你讲，
哦啊，就只照他自己的想法做事情的人。看他们一路上也都是有在帮助人家，然后就是爸爸时常跟我们说的，手心向下总比手心向上好。张明安夫妇一起做慈济，将郑思维带回家。愿力就是说，我的孩子孙子，好，也当赶紧做这做主这代志，做主这事，安尼，我就足幸福的，足幸福的家庭。张明安认为，慈济翻转人生，在当志工的同时，收获最多的其实是自己。真的呢，慈济翻转张明安的人生呢，其实在付出同时受利最大的就是自己呢，因为啊九二一大地震的因缘，所以张明安加入到慈济已经二十几年了。这二十几年来，他真的是时时在付出当中，也从付出当中感到啊就是非常大的法喜。所以呢，在他啊历经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呢，自己也能够用一份的心来鼓励每一个人要来素食，尤其上人跟我们讲，面对四大不调呢，最主要要减缓地球的暖化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茹素。所以呢，慈济在各地方也推动茹素。我们知道呢，素食是现代的潮流。素食有很多的好处，比如说呢，可以减少杀生，可以降低污染，可以呢预防就是我们的啊粮食短缺的危机呢。尤其呢，我们知道了素食呢，不只对我们身体健康，而且又有环保啦。所以呢，我们每个人都要见贤思齐呢，要共知，要共事，最重要的就是共行。所以呢，不只是台湾慈济在推素食，其实呢，在世界各地有慈济的联络处呢，也一样在推动素食。像马来西亚，今年的马来西亚的浴火的主题就是素食复兴，所以呢，他们要扣啊素食的主题，所以不论他们整个场内外的布置呢，都是用啊素食还有水果来布置。不止如此呢，甚至于他们一些的幼儿园，他们也是一样来推动素食。所以呢，真的素食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，真的是非常重要。不止我们身体健康，甚至于呢，整个的大地环保、地球呢，都需要我们要实际上用行动来扶持它。接下来，我们就透过画面，我们以恭敬的心，我们来聆听正言上人的开示。刚刚我们听到了。南陀菩萨师父起的时，他来南陀现身说法。九二一之前，他可以月入百万，那这样的一阵啊，就是什么都掉去啊，什么呢都无啦，要怎么办呢？总是呢，要从头开始，就对这个上边东，本来月入百万的人，突然间什么都没有了，这就是无常。因为呢，一切都是在地大不调中毁灭了，辛苦创业起来。当他很风光的时候，很嚣张自己，很膨胀自己，那这样的一阵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凡事呢，要从头开始。好在啦，有听到了师父说的话，看大爱电视，所以呢，慢慢他能接受转分为数，所以受洗。刚刚他说的应该大家都听到了，我听他这样说，我是很佩服他，看到了全球灾情，除了日本的大高温啊，还有秘鲁的大地震，还有美国的水灾，加上龙卷风，还有多少国家啦的森林大火，最后都是在现在。真正咱爱情自我警惕，要让气候缓和，唯有茹素。茹素呢，
那卖价都没用啊，不会养，让它自然生，就不会养殖那么多。因为呢，养殖多了，是因为人口要消耗它，所以它会养殖很多，一天杀了2亿多的牲口，这每天杀，你想到底呢？不断不断供应的市场，那伊是爱用偌济？这个物件呢，不断呢消耗粮食，无打紧啦，搁再呢污染大地，人伫咧污染啦，加上啦动在生物，有人的呼吸在污染啦，在动物的呼吸不差于人，还是呢？更多的污染，所以要彻底啦，让这气候啊呢缓下来。唯有呢，儒术打从咱的心迄个爱，爱人类，爱地球，爱生物，那那有爱起来了，那就会很简单，就是拯救地球。缓和气候，这不是很困难。其实他们在做，也很，很多人会吃素食啦，因为它便宜，实惠，很实惠，大家都会去用啊。总是呢，爱的能量啊，点点滴滴可汇聚。感恩上人的开示呢，真的爱的能量一点加一滴汇合起来就有大的力量了。我们知道呢，要拯救地球呢，减缓气候呢，唯一知道呢，就是要儒术。我们不要为了口腹之欲呢，我们常常说呢，大海有甜品之日呢，但是呢，我们鼻下横这一横呢，却没有甜品之日。我们人类呢，为了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呢，所以呢，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水中有的呢，所有一切的生物，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的肚子里面呢，也造成很多的杀业，跟众生结了不好的缘。我们知道呢，要为了要吃众生的肉呢，所以呢，众生呢在被宰杀那一刹那呢，就会起嗔恨之心呢，无形当中我们跟众生也结了非常不好的缘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跟众生结好缘，最好的方法呢，就是不杀生，要多茹素。所以呢，为了我们身体健康，真的素食对我们来讲呢也是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呢，在这边也要呼吁我们所有观众朋友呢，真的呢要减少我们的口欲呢，少肉食，多素食，以用实际的行动来救地球，来救我们整个的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方。慈济新闻深度报道，感恩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